你们没有说三十万躺下啊？刚没有人说三十万躺下吗？没有，我没看到。我也没有看到，你们别在这骗我啊！别在这骗我，尼克你们粉丝1.9了，我一直都1.9，一直都1.9，我要破2.0啊，破2.0啊！做两个仰卧起坐，带我锻炼锻炼，我真吐了呀！你能不能做个好人啊，哥哥？能不能做个好哥哥？请问？尼克来这边直播什么技能都学会了，什么上车顶啊，仰卧起坐，劈叉，一字马，马可以去杂技团应聘了。嗯，说好了30万，我没说呀，没说，我害怕了，我现在害怕了，我不敢让你们点了，你们太牛了，你们今天实在是太牛了，今天实在是太牛了，这不是光腿神器吗？来，好吧，方老师给大家检验一下吧，今天就给大家就是我咋检验？我怕检验了之后就……你干嘛？你把我撕烂？你是要把我撕烂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摸到了啊，真皮的啊，真皮的，温莎真皮座椅。新迈，新迈现在好像没有现车，新迈没有现车哦。摄影师真可爱。以后我检验，那你们自己过来检吗？你非得让摄影师过来检验吗？摄影师是个女的。我刚才以为方老师把我袜子撕破，给你们证明一下，我吓死了。可以吗？我吓死了。反正我指甲长。这个可不是30万了，我能接受的。这个不是30万点赞。这个好像没有人在直播间做吧？是真的。那今天就给大家别说了，没有人做过是不是？没有人做过，方老师。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那就是。35万，行不行？你们说行不行？那你听他们的。35万行不行？30万干什么？他们说35万干什么？35干什么？行，他们说行，那就我们就静等吧。现在不可以告诉他们干什么，就可他们竟然说行，我好怕，我们就静等。妮可弟，以前我帮你直播是妮可怕，现在是摄影师怕。妮可已经成长了，各位。今天我们直接把这号直接就往海里面扔，就不要了。今天这号不要了，今天开心啊，我们今天开心行不行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现在才22万赞，现在才22。我就不点了，我现在一个赞都不帮他们点。好怕，希望他们现在说下头了走了之类的，然后没有人。现在好怕他们现在，对，好像他们说，哎，骗人啊，不诚信啊，走了走了。对对对，我手都抖了。赶紧走吧，你们。方老师，真的手在抖。对，点赞啥也没有，真的，大家别点了。点赞啥也没有啊。点赞真啥也没有。你继续啊，这是你提的，你继续圆下去，我不知道说啥。他们还早吗？现在没人了，现在就1400，等他们人走少一点，我们再说。现在1300了，最好就最后就剩几百个人。